天早上的报道还没有刷晶片的，如果还没有刷到晶片的，请找我或下方的志工感应晶片完成报道。另外在赛道上总共有三个感应点，一个是在独立山，一个是在 CP1 的竹林茶坊，最后一个在大尖山，总共有三处的感应点，务必要到感应。最后一点，我们在赛道上面有重要的插入口都有绑上橘色并有 TUR 字样的橘色布条，如果手头上这一张大家注意一下，如果你不会使用离线地图或看离线地图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有180个人，你就跟着其中一个人。那如果你要跟吉雷米也没有问题啦。那待会明枪，九明哥，来前面明枪，快点，等一下。还有总经理，那我们今天请到太平云梯的总经理张总经理来帮我们明枪。离出发点还有一分钟，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你待会在上云梯的时候啊，如果要拍照可以，请务必那个时间不要留太久，因为总共都算在那个完赛的时间里面。哦，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有关门时间，在 CP1 的竹林茶坊是8:30关门，8:30关门，那终点的关门是12:00，就是6个小时之后。这个有没有问题？因为昨天36弯有人以为都没有关门啊，所以他玩了很久才回来。哎，拍照拍照，哎，大家往后面靠好不好？这样一台拍得到。还有10秒，好，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，起跑！跑太慢的话要咬，要咬。好，谢谢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